别装了，站好！哎，队长，哎，是我，王海，我刚才在二楼走廊抓到一个可疑分子，对。 哎，那我等您来详细说。我们队长这个人呢，他眼睛里可揉不得沙子。你要是想让我替你说上句好话，那你就得先让小爷我舒服舒服啊！你在敲干什么？我刚才是跟你闹着玩的。你别过来！把枪给我！别过来！把枪给我！容易走火伤人自己。别过来！把枪给我！别过来！ 赵有辉，冯世友，黄平，王家瑞。 现场情况，经勘查，凶手的那一枪是在很近的距离开的，所以我推断应该是熟人作案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内部有人勾结共产党，想窃取你这份名单了？没错。那我记得，上次你已经把内鬼绳之以法了，难道是抓错了？共产党无孔不入，损失一个内线人家就不再发展了吗？那照你这么讲。 这内鬼岂不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了？宋光，你他妈跟我对着干什么？王一鸣、李辉、高国贤、王一鸣，王一鸣，告诉我，你的上线是谁？只要你肯开口，我就不会为难你对面的同志。 如果我能记住这两个。